关于十个简单方法开始你的灵性生活，编译者黎飞翔。一、阅读灵性书籍。阅读好书是人们可以用金钱和时间进行的最佳投资之一，但是阅读一本灵性书籍可以以多种方式改变生活。例如，阅读一本灵性书籍会向您介绍能够提升您的灵性的新灵性导师。此外，它会用目标、想法和新的精神实践填满您的仓库，并像充满生机的果园一样扩展您的视野。二、瑜伽。瑜伽源自梵语，意思是结合或与天合一，是一种将身心结合在一起的练习。瑜伽结合了呼吸姿势、冥想和练习，目的在减轻压力并鼓励放松。练瑜伽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出你的身体和精神体。例如，瑜伽教导人们，如果一个人开始把周围的世界视为一个与之相连、持续的能量来源，那么他们将能够利用这个普遍的能量来表达他们的愿望。三、冥想。数千年来，冥想对于情绪、身体和精神的益处已得到充分证明。哲学家、科学家、宗教领袖和唯心主义者已经见证意识的力量。冥想的确是有效的，有些人甚至说冥想是治疗大多数疾病的灵丹妙药。然而，减轻压力是人们尝试冥想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冥想还可以显著地改善孤独感，精神觉醒之后就不觉得孤独，或者是对生命的渴望。定期的冥想课程可以帮助你与他人和更高自我达到一种相互联系的状态，提高你每天感受到的快乐，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没有焦虑和恐惧。最后，冥想教会我们观察我们的生活，就像一部围绕着我们展开的电影，我们是其中的主角。这种脱离尘世的体验有助于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平静与安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必把脑中发生的每件事都看得那么个人化与严肃。四、少说话。对我们来说，禁言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的生活变成有目标改变的工具。在动人的音乐中聆听真正的美和讯息。聆听每天围绕着你的生活和大自然里的声音。倾听别人对你说的话。五、正念呼吸。少害怕，多希望，少抱怨，多呼吸，少说，多听，少恨，多爱，所有好东西都是你的。瑞典谚语：呼吸能在多个层面治愈疾病，了解它如何发挥此一功能对我们的身体、情感和精神健康都有好处。一些医学资料证实，我们每天摄入的毒素有 70% 可以通过良好的呼吸过程释放出来。在拉丁语中，呼吸这个词是 spiritus， 意思是精神。吸气是启发或带来精神。真正的灵性导师知道，呼吸是一股连接所有生命的灵性支流。六、念诵咒语。咒语是神圣的词语，在说出时具有精神品质。数千年来，世界各地的许多不同文化和宗教都使用它们，包括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咒语是用来保护心灵免受痛苦的来源，并与神圣连结。最著名的咒语是 OM，
它是一个聚集的咒语，聚集你的内在能量，并为你的移动准备能量。OM 也是同意和接受的咒语，它帮助你接受你的高我，并允许普拉纳能量自由而开放地在你体内流动。七、与自然互动。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花在与大自然重新联系的时间是对一个人精神健康的深刻投资。根据最近的研究，观看自然景观或在大自然中度过时光，有助于免疫系统的发育。因此，如果你定期在大自然中度过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就可以对疾病具有更强的抵抗力。注：你不需从休假开始，只需在树林中散步即可帮助你恢复，重新调整并恢复活力。八、吃全食物，植物性饮食。保持身体健康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将无法点亮智慧之灯，保持我们的头脑强壮与清晰。释迦牟尼佛。尽管饮食通常被认为仅是关于身体健康，但它也是智力、情感和精神发展的重要面向。九、肯定语。肯定语是经过验证自我提升的方法，因为它能够重新连接我们的大脑。就像体育锻炼一样，肯定语促使我们的大脑形成新的积极思想，并提高感觉良好的荷尔蒙层次。为了增强你的信心并让你灵魂的真正精神自由体现，每天早上至少背诵以下精神宣言。我是我生命的建筑师，我建立它的基础并选择它的内容。我充满活力和喜悦。我的心灵是灿烂的，我的身体是健康的，我的灵魂是宁静的。每一天，我在每个方面都变得越来越好。我是神圣的存在，在我的一生中创造完美。我所有的思想、行动和言语都受到神圣的指引。十、静修。进行精神上的静修是一个可以暂时逃离我们常规环境的机会。放松身心，拔掉电源，保有空间和时间专注于自己。引用克里希纳穆提的话，我认为有时必须进入闭关状态，停止你一直在做的一切，完全停止你的信念和体验，并重新审视它们。无论你相信或不相信，都不要像机器一样不断重复。你会让新鲜空气进入你的脑海。谢谢收听。感恩祝福。